你在这按个手印儿，对，先签个字。 这样就没问题了啊！事情这么清楚了，该办的事儿还是要办的啊。嗯，行了，该走的伤心都走完了，以后也不存在什么纠纷了，啊，这不就双方都踏实了。是。王师傅，你还有什么要求吗？都直接跟我提啊，都好说好商量嘛，是不是？是不是？哎呀。 拿出来。 陶老师，我刚才发了反驳他们的弹幕，在哪儿呢？我刚才真的发了，弹幕太多，把它淹了。 想买条鱼也没心情了，随便吃点吧。学校那边来电话了，说校领导和老师们都很关心你，让你好好休息。
把铃声关了。别动。您坐下吗？我们可以聊一聊吗？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女儿出事当天给你打了两次电话，你都没有接，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有接？我问你，女儿经常给你打电话吗？不，因为她知道你常年在路上开车，怕有危险。女儿她经常给我打电话吗？也不，因为我是个优秀教师，上课从来不带手机。可就在那天，在1:42、1:44，就在他下车前，他给你打了两次电话，可是你都没有接。我想知道为什么。看着我。回答我。为什么女儿两次救命的电话你都没有接？那是救命的电话，看着我，看着我。多么伟大的父亲啊！女儿在向你求救，你可以放下那不管，你可以不顾她死活。你就是帮凶，1:44，我现在记性特别不好，我怕我会忘记，我也怕你会忘记。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他一定是在车上遇到了什么困难，什么他解决不了的困难，他害怕了。可是你没有接，你本来可以救他，你本来可以救你自己的女儿，可是你没有接。现在就去收拾东西。说了多少回了，消防通道不能停车。谁要弄？啊，应聘的啊。来，坐坐坐坐坐。来。啊，看一下。
哎，老哥，咱们俩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要不就是之前来过我们公交车公司。没有吧？喝水了。指定是哪儿见过？杨总，我忙去了。啊啊！哎，别忘了我交代的事儿。王师傅，这个简历呢，我看过了。您之前是在焦岛市国企运输班的。啊。嗯，我再问一句啊，您都这个年纪了，怎么想到来我们嘉林市工作呢？我是配合我老婆工作调动过来的。哦，明白了明白了。不过王师傅，来我们嘉林的这个待遇啊，可是没有你原先单位的好啊，这点你得想清楚了。那这样，我们嘉林呢新开了一条滨海旅游专线，你有没有兴趣啊？我想开45路。45路？看来你对我们嘉林还是挺熟的呀。我听说那条路线不好开。嗯，确实。那条线呢，确实不好开。我们一般都是找一些熟手、老师傅来开的。路线比较长，杂事也比较多。怎么，您是确定要开45路？我干司机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事故和违规。为什么没认出我来？默默才走了174天，他们凭什么全都忘了？这帮人全都是垃圾。快吃吧。完了，这还有好多活呢。没事吧？你还是回来了。都这样了，还继续吗？真的没事吧？没事。你知道是怎么着的祸吗？
我摸他懵了，他说让我们好好活着，明天就是清明节了，你可以好好活下去啊。我们去看看他吧。你可以好好活下去，你是个好司机，你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大家信赖你，你可以重新开始选择你自己的生活。我这儿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离婚，你可以随时自由，只要你愿意。我们去看看萌萌好不好？都五年了，为什么不放下呢？你放下了吗？你放得下吗？两个选择，要么我们继续一起，要么你赶紧离开家里。走吧，赶紧回宿舍吧。没有问题。杜鹃，港务新村的线上证据已经搜集差不多了，我们还在唐艳红的电脑里面发现了她在网上进行化学物品购物的记录，已经拉了单子发到技术部门去核对了。蛰伏四年，四支炸弹，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出。杜鹃，教导那边也已经查过了，发现王兴德夫妇跟车上两个年轻人没有任何交集。你说我们还有下一次询话吗？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事情还没结束，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去查清楚真相，这样不管之后到底发生什么，至少我们知道真相的话，也就掌握了解题的关键和主动权。可是现在我们也出不去，怎么查呀？我在想，要不问一下我辅导员吧。其实我之前知道王萌萌是我校友的时候，我就想找她，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你说，她这个事情当年闹得那么大，学校老师应该知道点什么吧？问问。李诗晴，胡老师，你这丫头出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受伤了没有啊？我没事儿。你给家里人打电话了吗？还没来得及。我真没事儿。这好端端的坐个车，怎么会碰上这种事儿呢？
就娘。他是我男朋友，公交车出事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儿来着。哎，您快坐吧，别站着了。你真没事儿？跟医生确定过吗？我没事儿，您这不是好好的吗？咱要不再做个全身检查吧？我真没事儿，您放心吧。嗯，没事儿我就放心了。吓死我了！我接电话的时候差点吓晕过去。怎么又是这个45路公交车呢？您说又这个45路还发生过什么事吗？5年前我刚当辅导员的时候，这个45路车也出过事儿。当时出事儿的也是我带的学生。是您带的？他刚从公交车上下来，就让大货车给撞了，当场死亡。我那段时间连着做了一个月的噩梦，我老是能梦见那个下午，警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认人。谢天谢地啊，这次你没出什么事儿。老师，您刚刚说的那个学生，是不是叫王萌萌？协助车上其他几名乘客完成笔录，那两个年轻人我来负责。爸，你这个状态，放心，我不会做出轨的事儿。我先走说。你说什么？没错，今天这辆车的司机就是王萌萌的父亲。这怎么可能啊？萌萌就是在45路车上出的事儿。他爸爸怎么还会？这事都过去5年了，你们是怎么知道萌萌的？哦，他经常坐45路，所以跟那个司机认识。他亲口说的哈。对，而且当时在车上的时候，王萌萌父母情绪特别激动，听起来像是一直想要调查什么。如果当时不是警察及时赶到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所以老师，您能告诉我们当年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吗？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拉着我们这一车人去赴死啊？其实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我知道萌萌的父母从来没有跟学校要求过什么。当年警方在事故之后很快就结案了，他们也签了赔偿协议，再然后我就没有关注过他们了。那公交车上呢，是不是还有其他同学啊？他们有看到什么吗？或者是这学校里肯定有很多人议论吧。行了，你们别管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得跟警察说。杜局，杜局，审讯结果已经报给夏局了，小袁那边正在对车上目击者进行走访。那两个报警的年轻人怎么样？江峰一直在医院守着呢，我去联系他。这两个人肯定有问题。回来。我知道老张走了，我们大家心里都憋着股劲儿呢。但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冷静，不要轻易下结论。明白？明白。明白。去吧。当年那起事故发生之后，
学校的校园网里面有很多讨论王萌萌事件的帖子，但是后来都让管理员给锁了，学校不让再讨论这个事儿了。老师，那王萌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萌萌是个很好的孩子，她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与人交流，所以朋友比较少。但是她绝对不是那种会无理取闹、会闹着要在马路中间下车的人。王兴德也是这么说的。吴老师，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校园网里的那些帖子吗？帖子都被锁了，我也没有这个权限，可能得找校网络中心的管理员。吴老师，我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的调查。我是不是得跟领导申请一下？等不及做审批了，出什么事我来担着。走，我们现在去学校一趟。我也去。江警官，我知道你对我们还有怀疑，但是你能不能相信我们一次？就像张警官那样相信我们一次。外面有警员值班，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怎么所有人都在幸灾乐祸呀？王萌萌明明是受害者，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诅咒他呢？毕竟是匿名，他们觉得自己说了什么也不需要负责任。我看一下那个三楼。是。对，这个。电梯。石静，看一眼四十五楼。四十五。对。他不是神经病，他在车上遇到了色狼。这个人的口吻这么坚定，应该不是猜测。这个四十五楼是在王萌萌出事后第三天回复的，当天这个楼就被封了，所以看到的人应该寥寥无几。我看一下他后面说了什么。这些人这么说，那个人就算知道什么也不敢出头了呀。等一下，这个人的 IP 地址跟很多人都是重叠的，应该也是从寝室发的，能不能查到是哪栋楼啊？那帮我们查一查吧。好，稍等啊。啊，查到了，三号楼324寝室。吴老师，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当年这个 IP 地址的作用？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学校的学生档案一直都在更新，这么短的时间，我只能尽力帮你们找一找。我们可以帮您一起找。吴老师，事态紧急，这件案子造成了非常重大的社会影响，我们为此牺牲了一名警察，我必须查清一切前因后果，王萌萌下车的动机正是这场悲剧的起因。吴老师，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工作。李二青，我一会儿派辆车送你回队里，配合后面的调查，接下来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就好了。江警官，你是警察，如果跟对方交谈的时候给对方造成了心理压力，那知情人很可能会再一次选择沉默或者逃避。但我是一个学生，我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不会给他造成压迫性，所以你需要我这样的人来帮你问话。喂，陈峰，
你怎么回事？医院的人说你已经离开了。不是让你把报警人带回来吗？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这里有新线索，需要了解一些情况。什么新线索？我立刻去向杜局汇报。关于当年四十五路公交车上的证人。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报呢？你现在在哪儿？我们立刻派人去支援。暂时不用，等我找到人立刻回应队。3号楼324寝室是女生宿舍，当时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咱们分头找找吧。好，给。在这儿，324。刘幺出大事了！怎么了？你慢点跑，别摔着。你看，45路公交车爆炸了。我跟你说，我之前还总坐这个公交车，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呢。刘幺，你怎么了？我没事。那下班了，你赶紧回去吧。行，那你也别忙太晚哈。哎，我把这账算完就回去。好嘞，那我先走了。哎，拜拜。好，拜拜。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刘瑶，吴老师，我们能聊一下吗？5年前的5月16号，你在咱们学校的论坛里留了一条评论，大概是凌晨3点左右，你看一下，还有印象吗？我们是想知道你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回复，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这不是我发的。咱们学校校园网的端口是连到每个寝室的。我问过你的室友，那天晚上只有你还在上网。你问了我的室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师姐，你别紧张。我们真的只是想知道你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或者听到了什么？没有，我不知道，都是乱发的。刘女士，请你配合一下，这与今天一起公交车爆炸案有关。你是谁啊？你们报警了？请您配合我们的调查，我再说一遍。这与今天一起公交车爆炸案有关。爆炸案？什么意思啊？我跟今天的爆炸案有什么关系啊？师姐，我就是今天那辆公交车上的乘客。这起爆炸案的策划者就是王萌萌的父母。他们因为王萌萌的死在报复社会。这起爆炸案里有人牺牲了，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吗？希望你不要再隐瞒下去了。刘瑶，关于当年的事情，如果你还知道什么，希望你能如实的说出来。我跟你保证，不会有人指责你的。你们一个个说的轻巧，你的保证能有用吗？我凭什么相信你啊？我是你的老师啊，我当然要保护你啊。是，在学校，老师是能保护我。可是出了学校呢？如果这个保证有用的话，那当年王萌萌为什么还会遭受非议啊？我没记错的话，她的妈妈就是老师吧？你们也看到了，那个帖子上那些人都在说什么了吧？他们根本没有人会在乎你会不会被报复，他们只会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你。所以说，如果我的信息一旦泄露出去，那到时候被指责的就只有我。你们根本没有人能帮得了我。刘瑶，我是市刑侦支队的民警，我叫江峰。我向你保证，
你的信息警方绝对不会透露给任何人。你别紧张，我们今天来不是想指责你的。师姐，其实你内心还是想要说出真相的吧？不然你当年也不会那样回复的，对吗？我相信你这些年内心也一定非常的煎熬，所以说出来吧，我们一起把这个心结给解开。当年你为什么会发那个回帖？5年前王萌萌出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在公交车上？如果我说的话，你能保证我一定是安全的吗？我以我的职业向你保证。我真的是太害怕了，我根本没有刻意要隐瞒什么，我其实当时就想报警的，但是我怕他会报复我。他是谁？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他在猥亵王萌萌。所以说你看到了？我不但看到了，我还拍了张照片。你有照片？我无意间拍到的，还被他给发现了。那个照片现在还在吗？Me, I'll be strong with you by me. Oh, can